让他清理一下。老实点。没事哥，我们等你。在里边三年不是那么好的。我谢谢你们还记得我。以前的生活我厌倦了，现在我只想过平凡的日子。这三年我也为我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直到现在都没整明白为啥你要学大哥。明天我会去公司跟大哥解释清楚。还有你最爱喝的大碴子，其实我每天都想呀。都在这呢，都等我呢，不好意思，来吧。呀，出来了！好好当你的马仔。齐了，开个会。超群呢，刚回来，在工作上一定要支持他。哥，我还是算了，在里边这几年我也想清楚，我打算把我现在的位置让给小雨。我打算回家开饭店，照顾照顾弟妹，毕竟他跟我这么多年了。也吃了不少苦，不想让他再为我提心吊胆。我用你的，你算个啥呀？知道现在自己干不过我，拿你媳妇挑事儿。妈的！你们当我不存在呀？翅膀都硬了。过去。你俩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任何矛盾。什么事儿要以和为贵，咱们都是做大事的，别因为一点小事儿吵得不可开交。行了，小雨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要跟超明说。离不了，你给我等。
开了个饭店。操，跟我俩玩改邪归正呢。明天你带两个兄弟照顾照顾你。行了，安石都大了，你不用管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想回去开个饭店照顾弟妹，我尊重你的想法。毕竟干咱们这行的不能干一辈子，一起打天下，花了有20万，以后留着备用。是苦是甜，哥相信我们一个都不饿。对了哥，心意我领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接上他的，你也会保身。兄弟啊，这生意我天涯。老板呢？老板，怎么了哥？你是老板呢？我就是。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？在这一片开店，经过大哥允许了吗？啊？哎，这人是你下的。好，美女，我呢也不为难你。给你俩选择，第一跟我在一起，第二你这个店呢就别开，好好考虑哦，明天我再来。闹事，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在家等我。怎么了哥？刚才有人在你嫂子店闹事。谁呀、啊、哥？不知道啊，不会看。哥，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呗。不用了，有事电话联系。一个无名不融入的一群拼命想容身的，这城每个角落都填满了若有所思的生活。别怕，我回来。群哥吗？哥们儿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小雨的人吧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大哥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，兄弟们，给我走！都别动，我够了是吗？
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跟你嫂子待会儿。知道了，哥。你成天手有快活，倒不如聊天。小贺，看着点，哥，我怕这帮人再来找麻烦。放心吧，哥。好。为什么呀？这帮人总来找麻烦，我怕你再跟他们拉上关系，我不想让你回到三年前那样。不一定有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我就出去上班。如此英雄，这两个废物，大哥，我什么我？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，我要也没有什么用。大哥，再给我们自己吧，我们都已经打得好了。好，我就再给你俩证明自己。喂，到了，大哥。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对，谢谢大哥。咋了，哥们？你他妈咋开的车呀？啊！差点给我大哥车撞了，知不知道？不好意思，哥们。再说你这车开的也太快了。你他妈瞎呀？这么大车看不着啊？呀，这不是超群吗？曾经那么辉煌，咋的？现在也开着这玩意儿？你那帮兄弟呢？小雨，从我出来你就一直找我麻烦，咋的？没完了？咋的？在里边待着三年，待傻了？我看你这脑袋，好像是有点不太清醒。兄弟们，让他清醒清醒，老实点儿。